今天来到一个新地方，这环境太棒了，小伙伴们快上车走。这刚下来啊，就发现一只海鳗大摇大摆的游泳带走，我去，哇，这个漂亮，嘿嘿，送给点心心的小可爱们喽。小鬼头蟹要动手吗？哎嘿，哎嘿，动手，动手来，哎嘿，这个派大星太美了，颜色漂亮啊。你说你爬这么高，是不是想让我看到？来，大海螺一只，看看我捡这个海螺壳漂不漂亮？最终啊，在一个小水坑里发现它了，七彩小河豚，喜欢它的小伙伴们打个溜溜。又落潮了，一起出发赶海喽！这一来到海边呀，就发现一条奇怪的鱼在游泳，原来是一条老鼠鱼啊，哈哈，这也太棒了，带走。这个猫眼螺呀，是大海里的劳动者，每天都在推土，收了带回家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化石吗？送给我点亮红心的小哥哥小姐姐们，感谢你们关注。大海退潮了，今天来了好多人，带上我的金刚狼爪出发。Go go go！ 一下来啊，就发现一个螃蟹，哒哒哒哒哒，丢丢丢，嘿嘿，哇哦，两只派大星哎，送给我点小红心的小哥哥小姐姐们。哎哎，这一个漂亮的小罗罗，送给我点关注的小伙伴们。嘿，就这一片海滩，就这俩海螺妞，一点都不背人，就这么张狂。哎哎，掉了掉了！现在的八爪鱼都这么傻了吗？大脑袋都露到外面。哇哦，这个海螺壳好漂亮呀！还是送给我双击和关注的小火锅们。